今天营地来了一个高大上的房车啊，这哥们开的房车。哎，我这个房车买了多久就修了多久？买了有快一年吧，坏的地方有16处。多少钱买的？什么地方什么螺丝也锈了，水泵也堵了。水泵你放心，我给你解决了。水泵我去厂家给你解决了。你太厉害了。还有什么问题？漏油，就是我在路上开着就动力就弱了嘛，然后我到下面一看，那个油全漏了，漏了两次。然后还有一次那个油就是漏在那个高温的那个元器件上，在路上差点炸了。哦，这是最严重的问题。然后水箱也裂了，水箱然后开起来就摇摇晃晃的，这里面就是说那种噪音很大，震动很强，是吧？对，就是。你这个车多少钱买的？这个车我是二手的，36万。二手才36万？对。哎呀，这买了一个祖宗，这是。对，反正就是它这个空间大一点，然后就是各种。没事，他的厂家不管，咱们自己想办法吧。谢谢。那咱自己想办法，咱先把这水解决了，然后一会儿看看别的毛病，咱再想办法。现在的话就三个问题嘛，就是一个就是这个，水泵，然后它就是出水小嘛。第二个就是它那个，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，行车发电它有两个发电器嘛，我想把它并联起来。行车发电现在发电不强是吧？现在它就是不管你是接市电还是太阳能还是行车发电，所有的发电的方法最高就是1000瓦，这个功率太低了。充电不是瓦是安吗？对，多少安？100安啊？对，最高是100安。对，充电方式和这个太阳能还有这市电，对，还有这个你行车发电，对啊，就是充电的效率慢，效率慢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说这个依维柯8AT的这个底盘呢，它有双发电机嘛，但是没有并联。然后我听说就是用一根线把两个发电机去连在一起。正极接正极。它的发电效率我听说能达到1500。安，不是150安吧？对。对。行，到时候看看研究吧，一步一步来。对。哎，光空有外表哈，我这梦想就买个这个车呢。哎呀。特别的糟心，今天遇到你了，打消我的梦想。对，那你这个水泵你也没问厂家吗？水泵很好解决呀。水泵他就跟我说一下，可能是堵了，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，就全靠我自己了。其实你售后这方面做到也没问题呀、啊。售后售后他这个房车的售后是这样子啊，房车厂家他就是房车的质保往往就只有一年。然后一年以后，你所有的问题都可能要你自己去处理。对，然后呢，他这个厂家呢，他有可能就是说，因为他只保一年嘛，他所有东西只保证你一年内不坏，就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他可能就不管你了。我觉得咱们国内那个房车市场啊，还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路要走。没错。一是质量，二是售后。对，除了这些问题啊，各种问题，比如说这个窗户啊，只能去拉到这里了，你再往下就不行了。对啊，还有很多问题，我以后再慢慢去跟你说。反正你要我说，我可以说三期。我跟你说，后悔了，咱俩换吧，跟我那床车。换了。行，咱看看水泵，那个灯呢？那个灯你不是给我了吗？你放哪了？灯在这儿。先把它的水泵堵了，然后咱看看，把这个滤网拆下来了，一会儿给它按上。哎呀，我这成流动的修车了，这两天。对，成流动修车了。来，拿着这个，我把这个清理一下啊。清理一下这滤网。滤网就没问题了，因为刚才清理这些东西。其实厂家告诉你自己都能解决。对，我也不懂啊，我也是现找，也是现查。就这个吧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啥东西啊？这不知道啥东西，反正就粘在这网上，再把它刷一刷就行了。这是清洗剂是吧？这是洗洁精。洗洁精就可以刷一刷，不刷也没问题。洗洁精这是？不刷也没问题。我去倒点水。一会儿刷完以后就倒，刷完冲一下就行了。嗯。
它阻力大了，这个水泵那肯定拱不动啊。那哎，那他怎么解释？就是刚开始的水大，到后面也小了。刚开始水泵瞬间那个电流啊，它就大一些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等它持续的话，那就没有劲儿了。对对对，它就像你这么堵着持续了，它就对蹦不动了。对，越蹦越没有劲儿。对，可以可以。行，来，你冲一下吧，冲上应该就解决了。是。哎，慢点。还是有堵，没事，我们还是要用的冲，把这个现在就是洗洁精了。东西啊，这个不知道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不知道、啊。这堵的是什么呀？就说我的水跟棉线一样，就是我的水不太干净呗，是吧？对，就是我家的水它也没有棉絮，来你再来，它像棉絮一样，没有。就我家的水不干净，它就会这样啊。没事，有这滤网，下次我告诉你怎么清理，啊、你自己就能清理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买房车你要是没点动手能力真上火。对对对对，我的动手能力很差很差。哎，这个水泵它不是两个吗？你洗了这一个不是、岂不是还要洗另一个啊？那个没有滤网，那个没有滤网。他一会儿看看那是两个泵是干嘛的啊？一个得明白他这工这两个泵都主要负责什么工作的啊，然后才能查到毛病。对对对，得先懂理论呢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把理论在最后是实践嘛。没错没错，这里面还有点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水垢是吧？对。你这个洗洁精的东西，这个浓度挺高啊。是吗？放多了我。干净了。哎呀。在房车里能洗澡还是很舒服的。我已经有这个水泵在高原用嘛，已经坏了。这往上往上一摁，这往上一压就可以了。一压啊，对。这个把它也冲一下。冲一下。可以了。嗯。一会儿再试验一下。好。我拿着灯。对。我把它安上。照着点儿，哎，好，它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卡扣的嘛，是吧？把这个东西往外拽，然后把它往里一插，往里一起卡。你照着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不是，对，这样扶着，你够不着是吧？你够不着这灯是吧？这样扶着点这个。对。啊。哎呀，先这把这关了。用泵了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已经透开了，这个滤网已经清理了。这个是一个出水泵啊，它这个水箱里有两，这车里有房车有两个泵，一个出水泵，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是抽水泵，就是加车自吸式的，把那头那个管子直接扔到河里，然后通过这个大泵啊，这个大泵抽水，这个大泵没问题，只是小泵水堵了。现在咱就试一下，来，咱试一下吧，哥们。啊，看一下水，这回你看看，这个水流还堵不堵了？应该是没问题了，我觉得也没问题。养了三个小狗。哎，看这个。啊，你看这个水大了。对。我操，这个水大了，你看。原因找到了吗？这不是解决了？怎么很多泡沫呀？你忘了吗？咱给那块清洗那个，你那浓度特别高。哦。网上那个泡沫嘛。先把那个泡沫给冲了。对，可以了。刚才没有这么大，刚才很小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谢谢哇，这个水可以了，这洗澡也没问题了，洗澡里头就够了。对。你大点声。
大挺大的，挺大的，哎，还是张双哥厉害啊，厉害，哎呀，我是好研究，好研究，我头回这给整看看这房车内部是啥样的，看房车内部这些什么水泵啊、配件啊，头回看。那个发电机的并联你知道是怎么搞吗？我得看你发电机在哪儿啊。有一个师傅他可以教我啊。你前机盖子是吧？对，应该是在前面。应该你把前机盖子，发电机都在前面，我看对，我看一下。依维柯底盘本身噪音就大，怎么开的？你这怎么开的？啊，这儿呢？对，这儿呢。好饱满呢，这里边。发动机还挺新的，有两个发电机，他说就是一根线把它连起来就知道，我得找皮带带的发电机。但是这个你这里头太空间太小了，我看这发电机在这儿。这不俩发电机，我看着了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要把它连起来，要把它连起来，这个发电效率就高了。啊，那要拆好多东西啊！你现在吧，对，把这个拆掉以后就能可以了。我跟你说哈，你发电机是上下两个嘛，然后首先查到哪根线呢？查到你负电瓶到这个，负电瓶到主电瓶这根线，就是说，我给你画个图吧，来吧，我给你说一下，就这么个原理啊。这是你的，就是你的负电瓶，负电瓶就是你那个车里的一个用的电，就你说10度电那个嘛，然后这是你的主电瓶，对不对？主电瓶，你啊，这个就是两个发电机哈，两个发电机，你现在有一个发电机是给这负电瓶直连的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发电机是给你的负电瓶充电的，然后你负电瓶跟它之间有没有线？这个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正常来说是咋的呢？这样来说是负电瓶直接连到主电瓶上，然后把这个两根，就是你现在不俩发电机吗？有的车是一个发电机直接给它充，它充满了，它中间有个隔离器啊，就有个隔离器，主电瓶满了以后，隔离器自动开通，它俩就连上了。就是说你车充电，发电机充电会给主电瓶，还会给负电瓶充电。你车一关闭的时候，然后它这个隔离器就断开，你用的是负电瓶，跟主电瓶没有关系，这是这种关注原理。那你现在这种情况，咱要摸清主电瓶跟副电瓶有没有连？房车其实都是大新版车，都是那种那个属于那种锯末子做的那种板吧，木匠活，好多螺丝都松动了。可以了，我们把女儿就行了。然后你这还有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个我自己来吧。这个皮子，那这电动就好了。对，这是你后买的，是这个？对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。啊，好，行，我自己来吧。你自己来吧，辛苦，喝点水，啊，行，谢谢啊。然后我先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到晚上我去找你嘛，然后你就告诉我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买。可以。等到了之后，我们找一个沟去弄嘛。可以，好，谢谢啊，辛苦。反正就这还剩两件事了呗，一个是发电机并联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，柴油预热器是吧？对，就水也是烧水嘛，用预热器烧的水嘛。对，把它，到时候你买看看，哎呀，到时候我看看吧，看看我，你查一下有没有那十面垫就行了。好，没有十面垫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谢谢啊。行，看着真高大上。朋友们啊，他那个车问题解决了，第一是水箱的问题，就是水的
水不足啊，把那个水压力不足解决了。等到到时候他需要买什么东西，然后再看一下需要买一些配件。咱们这期就这样吧，这期先这样。下次再见。